我是刚刚联合党的112年9月17号，南港乱，南港乱，天午九分，耍牌的是有列车进的，西伯茨杨梅发车将阳性要芙蓉的绿色为要长门灯900席。9:51呢，在南港站准备信号，天午九分。耶，我们的南港站到了，以及我们的6766次的蓝皮温博号，苏宁发车降阳信号依然。被敌机超毁了啦，傻眼！啊，又是硬脚啊，就那切割那，见拜拜。知道南港站有那个，连整9月17号再见，拜拜。